用菜只有炒个肉丝，做菜炒毛豆，下去个香，加老鲜的。肉体价也是一只一万上头。买了一大桶纯正菜籽油，搿能一桶呢是五升。我呢今朝看看有关文章，就是讲平常屋里向吃个油呢，最好要经常性调调品牌。葛末我上吃呢吃了茶籽油、花生油、橄榄油，搿次呢调个纯正菜籽油吃。纯正菜籽油配料黄菜籽油，配料甘醇，不添加抗氧化剂，健康营养。我搿桶油生产日期是六月八号，保质期十八个号头。五升油可以用交关辰光，我拿伊放辣玻璃夹箱里向。今朝先拿菜籽油烧只榨菜毛豆炒肉丝。榨菜是用个贝德福的麻油榨菜，搿能一小包是30克。天热了，迭个榨菜用场特别大。今朝毛豆子有点多，所以我榨菜就放了四包。油熬七八成热，拿肉丝倒下去煸炒。菜籽油的特点，炒的辰光没一眼油腻味道，有一股菜香味道。肉丝炒到发白，把伊盛起来。对了，拿毛豆子倒下去炒。毛豆有点香味道出来，阿拉加盐、炒匀，加150毫升清水，中小火焖12分钟。来拿肉丝倒下去，菜倒下去，翻炒炒匀。榨菜是搿只菜的灵魂，稍微翻炒几记，榨菜毛豆子肉丝的鲜味道就融为一体了。搿只菜下去好吃，再加眼糖。今朝又是只一万上头，用菜只有炒个肉丝，榨菜炒毛豆，下去个香，加老鲜的，肉体价也是一只一万上头。今朝的视频就到这结束，谢谢大家观看。